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民雄的大树崖文化节，张青崖饭店进行着大树崖绘画的仪式，这个活动进入着最高潮。啊，随着这个大树崖绘画升天，嘛按照惯例来放烟火，也唔过今年的烟火是通炸，就是伫个隔空度来爆炸，信众是惊到四界逃命，有一个民众和端出来的碎片碰着伤。威风凛凛的大树爷在规千的信众的拥护下，慢慢啊向神话场前进点火，和这个祭典活动进入最高潮。放烟火过程中，熊熊发生隔空爆炸，烟火向信众这边冲过来，佮有爆炸声，真恐怖。信众赶紧要走，一个未负险的脚腿有受伤。参加这一摆文化季，头一摆拄到这款情形，大家拢惊到。意外发生后，活动照常进行。大树爷在几千名信众拥护下，飞花升天。小林刷三港的嘉义民雄大树爷贵，在今日透早圆满，也过消防局要开单。超过暗时十点放烟火，罚30000到150000，爆炸感觉烟火品质有关系，庙方冇回应。那本案因为释放时间有超过哦十点哦，管制自治条例的部分来处罚了，有可能会低空爆炸的原因，其实上有很多啦，有可能是产品的出厂哦，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瑕疵哦。拢是用合格的嘛吼？系啊。哎，后盖会较注意无？当然啦。庙方强调讲，用的拢是合格烟火，未来放烟火时，安全上的考虑会更加周至，以免再发生类似的意外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